咁我就係經常喺 YouTube 度睇啲啲人傳道咁。咁有一次咧，我就睇咗一個教授傳道，咁我好中意。咁但係佢咧喺台灣噶，咁我心入邊就諗啊，其實台灣離香港都好近。咁我覺得如果我嚟香港嘅時候搭個飛機去台灣啦，咁我願意就係去台灣就係見見個講道嘅人。咁我咁樣祈禱咗之後咧，第二日咧，當我睇 YouTube 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嚴牧師嗰個 YouTube 出嚟喎。咁其實我唔識佢嘅，但我見啊、哦、中國人嚟嘅喎，咁撳落去聽下先。咁我一撳，講廣東話嘅添。咁再睇咧，原來香港啊，即係我就覺得哇，神真係咁樣鋪路啊！咁我所以我知道咧YouTube 其實都好 powerful 啊，因為咧。當你上了 YouTube 之後呢，你是沒有地點的限制，沒有空間的限制，沒有時間的限制的。那陣時我看嚴律師那些 YouTube， 我看很久之前，即是很多年之前他的 YouTube， 原來我現在都看到，我現在都受祝福，即是你在世界任何一個角度地方你都可以受祝福。那我是來過這裡的，那我也都接觸過嚴律師啊，接觸過 Rachel 啊，那咁亦都好大大咁受祝福，咁我自己就覺得哇呢樣嘢實在太好啊！即係又係免費嘅喎，又唔需要話付咩代價喎，又得到咁大嘅祝福，咁我就好想好想其他人係咪咁好嘅嘢，點解大家都唔要咧？咁我就好有即係好有呢個渴望啊！即係第一就係好渴望去聽神嘅道啊！咁我覺得自從開始感受聖靈之後咧，對於我嚟講有兩個好大嘅改變。你點樣開始感受聖靈啊？點樣開始感受聖靈？點樣開始？我感受聖靈咧係2016年嗰陣時，就係嗰當時咧我禁食，因為我唔知點樣同人哋傳福音，我好驚講説話嘅人，我唔知點講啊。咁我就覺得好失敗嘅，咁我係求咯，咁我都唔知點求啦，咁我不如禁食啦，禁食咗之後咧，我有一次我牧師就話邊個人想同神有要求嘅嚟到前邊啦，咁我就行到去前邊，我教會好大嘅，幾千人嘅，咁我就行到前邊，當我行到去前邊嘅時候，我突然間就跪低，咁我跪低嘅時候我就開聲啊，我覺得我未開聲嘅時候。突然間眼淚就不停咁流啊，係流咗十幾二十分鐘，不停咁喊啊！我覺得我係當時即係好似個人死咗啊，某樣嘢好似散咗啊！咁但嗰次之後咧，我再睇聖經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感受聖靈兩樣嘢，就係突然間睇聖經咧，有啲嘢突然間好似明咗啊！即係以前啲經文睇咗之後，好似冇睇，即係睇咗以為明。第二次再看的時候就發覺哇為什麼這些東西我之前看不到突然間看到特別是聖靈特別是聖靈那你說死了散了是不是即是指個舊我死了散了即是那個舊的性情是不是是的即是好像有些東西是沒有了那我來了之後呢我就覺得有個提升即是因為嚴律師和 Rachel 幫助我之後呢我回咗去咧，我就覺得我聽我自己本身教會個牧師嘅講道，我好似聽多咗好多嘢啊！即係話啊，原來我牧師都講有講聖靈喎，我牧師有講嘅好多嘢，我以前都好似聽咗，好似冇聽。咁我就發覺，原來有陣時牧師講道，我唔係100%聽入耳噶，我以前好似。其實我覺得我牧師可能冇變，係我自己變咗啊！我知收到好多嘢啊！咁我亦都係好想去一樣啦，我好想去傳道啊！咁我記得我有一次祈禱咧，我就問牧師我話我問神啊，我話神啊，你有冇叫我，有冇呼召我？如果有呼召我，你同我講，我願意放低。咁我覺得當時我係冇聽聲音嘅，但我係感覺啊！個心入邊有個意念咁感覺，就話神有呼召啊，你去做見證，即係神喺你身上做咗任何好嘢，都係一個見證嘅，唔係大小，
你只要能夠講神嘅嘢，就係一個好嘅見證。咁我就好想去同人哋講神嘅好處，但係我唔知點講。咁既然神話啊，其實好簡單嘅咋，你同人哋講神做咗啲咩好嘢就得噶啦咁。咁我話啊，咁都好難喎，點樣講同人神講咩好嘢咧？咁話神啊，你教我啦，我唔知點同人哋講神又做咗啲咩好嘢咧咁。咁聖靈慢慢你教喎，咁俾一個例子啦咁。我依家已經四十幾歲啦，我嘅身體比我廿幾歲仲好噶。咁我以前好犀利嘅鼻敏感嘅，咁我係鼻敏感冇咗嘅，咁我皮膚又靚咗喎。咁我記得去見到啲親戚嘅時候，嗰個望住我就話：啊，你睇落膚色靚咗喎，你身體好咗喎。咁我會同佢講：啊，感謝神啊！是神的，咁我覺得其實我不斷地祈禱咧，神幫我噶，神幫我嘅身體更加健康噶，我喜樂咗啊，而且神幫呢個鼻敏感醫治咗啊，咁我就話神好好噶，你信佢啦，救恩咧唔係淨係話我哋死咗之後見耶穌，唔係話啊，不如等到我臨死之前先信啦咁，唔係噶，係我哋呢一刻。已經感受了神的醫治，神的愛啊！咁我咁樣同人哋講，我發覺人哋好接受啊！即係人哋見到神係你身上做的一啲嘅好嘅嘢，人哋都會話我都好想有啊！咁當佢哋覺得我都好想有嘅時候，我就會即係開始同佢哋分享咧，咁佢就好願意聽。當佢嘅心一開咗，願意聽咧。就好容易將呢個救恩，其實耶穌係愛我哋嘅，佢嚟咧為我哋釘十字架，將我哋嘅罪帶走咗。我哋只要做就係我哋係因信稱義嘅。人神嘅要求唔高嘅，神所嘅要求我哋人人都做到，就係你去承認佢，你去相信佢。咁我做咗之後，我又發覺即係好明白聖經講話點解。神的轭是輕的，我以前很有負擔，我覺得我要去跟人家傳福音，我一定要好識經文，我要好識傳道，我要好識這樣好識那樣，變成我很大壓力，我覺得成日都覺得我很害怕自己講錯說話，但是明白了這件事之後，我發覺啊，不是的，其實我們輕輕鬆鬆地去傳道，咁我覺得依家都有陣時都會有壓力嘅，但係都會每次講之前同神講話，神啊，唔係我講啊，唔係憑住我嘅能力去講，係你嘅能力講，係你嘅榮耀歸你嘅，我只係一個你所用嘅器皿，我自己要放低咯，我要去聆聽神。咁樣做咗之後，個人輕鬆咗好多，所以我都好感謝神。